为了太子哥哥还有白鹰姐姐，我那生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我代表空桑多谢左权使相助，只怕日后苏墨会怪罪于你。我相信少主不会的，我也相信空海联盟。如果冰块哥哥怪你的话，我帮你去求情，他会理解你的。嗯。一定要照顾好那生，二位务必平安归来。嗯嗯。害怕吗？不怕。是那生遇到危险了。不知海皇召我前来有何事？四师可知道那生在何处？鬼神渊，那生去鬼神渊了。鬼神渊如此凶险，他怎么可以孤身前往？简直是胡闹。封印在那里面。
后裔，当你打开这棺椁，生与死重叠，起点与终点重叠，一切终日无悔，如镜像倒影。殿下的神识受到黑暗之力干扰，快为殿下护法。我这大圣不能护法，若再晚一些，殿下化身会被那梦魇吞噬死亡，一定要支撑到帝王之力归位。是是，我的后裔，看你有什么能耐，想要拿回帝王之力没有那么简单。解开封印又如何？来吧。不负众望。碧水珠丢了，殿下，得知石友取了封印，才能将你救回。那生他，就自告奋勇的去了。西京呢？西京将军也跟着一起去了，只是，他们现在在水下溺了水，恐怕西京将军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要去鬼神渊。殿下，你刚恢复意识。够了。不想再看到任何人再因为我而离开了。大圣，你醒了。白银姐姐，你还活着。太子哥哥他为了救你受了重伤，我和妍希只能早点赶去鬼神渊，为了救太子哥哥。好难受。妍希。他怎么这么烫啊？啊！你们谁能救救他？救救他吧！啊！他好像中了圣怪的毒烟。这是师父给我的百毒锦，要不然也给他试试。他不是中毒。
要赶紧带他回去。那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大圣，别去了，要不然苏墨还得照顾你。那冰块哥哥，你一定要把妍希救回来。白银姐姐，我把碧水珠弄丢了，妍希会不会死啊？阿英，太子，西江，太子哥哥，陛下，大圣，你怎么样？太好了，你还活着，妍希，你别急，妍希她怎么了？苏墨已经带受伤的妍希回大营了。苏墨，他也来鬼神渊了。阿英和苏墨是听到鬼神渊的震动赶来的，那生和妍希溺水，我和苏墨下去把他们捞了上来。妍希，那生，那生，怎么说晕倒就晕倒？他没事吧？应该没事，是被水中肾气所伤。如果不是担心妍希的话，恐怕早就撑不过去了。殿下，力量尚未恢复，不可以轻易施出。先把他扶起来。好。我先带他回木屋。照顾好他。阿英，你安然回来了。殿下，你费心了。少主，妍希怎么了？妍希要化生了。化生？都加了这么多冰了，妍希身上怎么还这么红啊？化生之痛，断骨裂髓。妍希怎么突然也化生了？这是他新的选择，理智也无法左右他。究竟是什么？他化生了，自此之后，愿为一人，终其一生。那生，宁凉，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回到碧落海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放心你，好好活着，我会在天上庇佑你的。这就是愿为一人，终其一生。殿下，殿下，恭喜你又解开了一个封印。你受伤，身体好些了吗？没什么大碍，你看，这不好好的吗？
那日在镜塔之上，姐姐突然被迫，我趁机逃下了镜塔。这件事情是不是跟你有关？你能下镜塔，完全是靠自己，还有苏墨。哦，对了，那镜塔之上的人，可有伤害到你？没有。那就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镜塔之上智者给我的，但是上面什么都看不到。我在想，这会不会跟玄黄金一样，只有帝王之力才能够打开？我试试看。这画像是白薇王后。这上面写了什么？这上面记载着白薇王后和星尊王的一段往事。星尊王跟白薇王后的往事？那在镜塔之上，智者跟我说的也是他们的事情。可是苍流人怎么会知道星尊王和白薇王后的事？他到底是谁啊？你不过就是一个暴虐的阴鬼之人。这云皇大地上自古以来最强大的人是星尊王和白薇王后。我的后裔啊，怎么了？也许是史书上有记载吧。按照他当时的神情，这些事情就很像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。你的意思是？他就是星尊王。你刚从镜塔上下来，休息要紧。我呢，这就回乌色城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阿英，乌色城打开了，你和武王就会灰飞烟灭。殿下，我知道，我没有权利和立场去责怪你们。一直以来，都是你们在保护我。可是我希望有一天，我也能保护你们。我一定，我一定会找到办法的。殿下，少主，妍希醒了。妍希，少主，少主，别动。那生呢？你放心吧，西京和白鹰在照顾那生。放心吧，你的性命已经无忧，只不过你刚化生如同新生，再加上你在鬼神渊受了伤，需要休息几日方能行动如常。少主，属下有负少主重托，未能信守诺言，
不必再说了，这件事情由不得你来做选择。对了，既然那生身上有碧水珠，为什么会溺水？我们遭受神怪攻击，碧水珠掉了。掉到哪儿了？大约是在鬼神渊的出口处。碧水珠乃雅然的遗物，不能让它落在暗无天日的鬼神渊底。少主，我随您一起去吧。妍希身体还没恢复，你还是留在大营守着。是。宁陵，对不起。你我韩昭三人结拜，最后只有我还守着这个誓言。你们说这个事情不能被左右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我不怪你们。作为过来人，我既希望你有朝一日能为异人化生，这样也算不虚此生，又希望你可以就这样平淡地度过一生。我们能活千年，与所爱之人分别的日子定比在一起的时间要久，那滋味并不好受。我有负于韩昭，此生应该不会为他人化生了。这是什么？碧水珠，你帮我交给他。原来雅然与这碧水珠还有这一段往事。雅然、纯晃和白薇究竟是何种关系？少主，碧水珠找到了。嗯。不知少主找我来所为何事？你跟那生有什么打算？啊？这个，如果那生愿意的话，我自然是想一直照顾他。那生自然是愿意，两情相悦，这是最好的事情。你陪我去一趟木屋找那生。去木屋干什么？帮你送聘礼。啊？少主还管这种事儿呢？
那生，既然你都醒了，要不然起来吃点东西吧。不，我要躺着不动，不吃，我一点也不饿。不管你饿不饿，反正我是饿了，我要吃鸡腿。哎，你们吃不吃？那生，你吃不吃？不吃不吃，我什么也不想吃。那你也不能总这么躺着吧？为什么不能？我就是不起来，我要做我的美梦，我要等妍希。如果妍希来不了，我就一直不醒。你这叫做自欺欺人，懂吗？我欺我自己怎么不行了？我要做我的美梦，等妍希来。算了算了算了。那你在梦里面都梦到什么了？中州呀，每逢过节都会点起篝火，还会杀猪宰羊庆贺。哎，我还想吃我们中州的糯米团子，等我醒来我就要跟妍希一起去吃。哎，我还有很多云荒的美食没跟妍希一起去吃呢，你们快告诉我云荒有什么好吃的吗？你想吃吗？嗯，那你就起来，我带你去吃。不要不要，你们快告诉我呀。这云荒啊，前有空桑，后有苍流，加上各部族习俗不一，这美食还是挺多的。我记得以前啊，我夫人过年的时候就会做肉干，叫我分给手下的兄弟们。那肉干啊，酥香有嚼劲，我怎么也忘不了啊。师兄。啊，这百年来我早就吃惯了野鸡野兔，这样吧，我去打两只野鸡。那生，你要想吃啊，你就起来。不要。苏母，妍希，冰块哥哥，妍希呢？我有东西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不在我这儿，自己去湖边找。啊，我起来，我起来，我起来。妍希，妍希，大生。真的是妍希吗？你快把我吓死了！我把碧水珠给弄丢了，那是雅人姐姐用性命换来的。我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我一直在等你的消息，我怕我睁开眼就再也看不到你了。我好害怕呀！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妍希，为什么我感觉你有点不一样啊？哎，你眉间的印记呢？消失了。我现在是个成年男子了，所以外貌会有点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你跟杭州一样化生了？那因为谁啊？因为你啊。我没对你做什么。不是，你在水中中了肾气昏迷，然后我给你渡气，然后就。毒气会化生啊？也不完全是，主要是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
少主让我把这个给你。碧水珠？这个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少主特意去取的，他说你为空桑和全仙做了很多，这个算全仙的聘礼。聘礼？聘礼是什么？聘礼就是一个礼物。太好了太好了，这苏母可真是个好人。那我有了这个礼物，我是不是可以天天去大营找你了？可是你之前不是说全仙回归碧落海之前你不会喜欢别人吗？你是不是是我最高兴的一天，我也是。好，妍希没事，不过她水性这么好，怎么可能会溺水呢？妍希她化生了。为了那生。这应该是最好的结果。那那生知道了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苏母，你来一定是有什么正事吧？之前我去取碧水珠，在碧水珠上看到了一段封存的记忆。封存的记忆？这段记忆应该是雅然和纯黄的。碧水珠应该是纯黄让雅然送给白薇王后的。雅然死前也这么说过。我和殿下在白薇王后的衣冠冢之中发现了不少全仙的物件，看来白薇王后确实与全仙十分交好。可是既然空桑曾经与全仙交好，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他们兵戎相见呢？难道是这颗珠子引发了天下大乱？总觉得不太可能啊。你们在九嶷山还发现了什么线索吗？珠子只是一个死物，能扰乱事情的只能是人。海皇是在追究七千年前的事情吗？七千年前的事情我没有资格追究，但七千年前的事和人影响着现在所发生的一切，我就不能不问。对了，我之前在镜塔上……阿英，这件事我自己会去查，就不劳烦海皇了。我去打击阿英，你跟我一块儿去。我并不是想追究七千年前的事情。我知道，我也是冲动。现在很多事情迫在眉睫，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。刚才我发现你似乎有所隐瞒，
既然我们已经是盟友了，有什么话不能直说的吗？阿英从镜塔上带下来一张羊皮纸，说是智者给的。你可还记得，我怀疑那人是空桑人啊？纸上刻有智者的信息。其实纸上只是记录了白眉王后和星尊王的一段往事，只不过这张羊皮纸和我的玄黄经一样，只有空桑帝王之力的力量才能够看。我先前怀疑他是我的父王，可是直到我看到星尊王的棺椁中空空如也。果然他就是星尊王。你是如何得知？之前我在闭光珠里看到了他的真面目，跟你长得很像。什么？白鹰之所以有机会逃下镜塔，是因为智者把白鹰看成了白薇。如果说智者就是星尊王的话，那他是怎么活到七千年的？之前我派人去调查过，武师、清晨，这百年来容颜都没有发生变化，而且他们都吃了智者给的药。我想他要想活到千年，应该有他自己的办法，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帮助苍流来灭了空桑。还有劈天剑和碧水珠又为何会出现在白薇王后的手中？看来这七千年围绕着星尊王、白薇还有纯皇之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也许只有昆龙渊的龙神能够知道真相吧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我想先去昆龙渊释放龙神，最后再去解六合封印。现在去释放龙神是不是太过冒险了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六王灰飞烟灭一事我还没有想到妥善的解决办法，所以不会轻易的解开我最后一个封印，我就帮不上你什么。这你的想法是？我的想法是我先回去翻阅一下玄黄经，看看这羊皮纸上到底记载了什么内容。毕竟只有玄黄经记录了七千年云皇上发生的所有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就分开行动。我去昆龙渊，你和白鹰留在无色城寻找线索。你要自己去？一卷忘不掉的
归去。